这把别的不说，你什么水平还抓我？什么时候看你？你分段打上去就能看到你了。小小大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今天不抓到你啊，这一把简单。小小大他只要能跑出这个庄园，我就给兄弟们发红包。徐八蛇在直播间，八蛇你来的太晚了呀！不说好今天单挑赛的，死保小小大，你们保得下来吗？我的蜘蛛，我的蜘蛛呢？蓉蓉的蜘蛛都是我教的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不相信粉蓉蓉，好吧？吹起来了，你们自己去问呢，对不对？蓉蓉当时打完挑战赛以后，是不是说了一句，他都是看大帅视频学的，是不是原话？那我和你不要嘴巴老，你上来，你来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的蜘蛛手感热着呢。那小小大豪哥拉拉队员真的是怂货，选点没选到他。没关系，我先抓小说家，先抬一个再说。这大哥，哎，你总得下板子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刀抽到了。有我，你事情多，好，先打一刀再说，人都没了，估计在补状态了，因为这边的机子没有动啊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实力。先知鸟都反应不过来，哈哈！虽然我没看到这个前锋，虽然没看到这个前锋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当时在看哪里啊？算了，来了，全来了。有搏命，这小说家可以不管。因为他们的节奏已经全乱了，这个前锋是教自己的，对吧？把先知挂进地下室，他们要补状态，要重新打，没有资本跟我打。但凡我稍微操作好一点，我都能四杀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大局观。想赢这把就得抓先知，你想平这把抓小说家，我们占得优势，那就得干。
来嘛，来，不是很嚣张吗？小小的，来呀，冲地下室！这先知估计还有一只鸟呢。别怂啊，这不救人？小狼强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你的队友啊。哎，还冲地下室啊，这就是个陷阱，我要用语言激他，让他冲这个地下室。摆好了蛛丝阵了，你冲得进来？来嘛，外面的机子在动，也就前锋可能是往这个方向过来，要来的话啊，我们先布一个蛛丝压住它，应该在这边附近了，打得稳一点，让他们一点机会没有，先把小小大收死。这我能放小小大走，这里再布一个，两个，好，哎呀，这什么时候下去的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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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给他溜进去了。典型，省得前锋来撞我，你值得吃这一剑，好吧，你值得，奢不奢侈？奢侈，我就愿意给你投资。看一下外面的机子啊，这个前锋是教自己的。见识到我的蜘蛛的实力了吗，兄弟们？平常不要以为嘻嘻哈哈，那都是闹着玩，小小大一来，你看，蓉蓉附体啊，跟你们说了，蓉蓉的蜘蛛是我教的，还想飞轮来砸板，好，收获第一个四杀，把666扣在公屏上。太陌生了，是不是？这实力没想到吧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